由于我与先生的信仰不同，所以我们在部分的价值观迥异，夫妻任何事都可以拿出来吵，但我感谢天父让我藉由27祷告也把我与先生的婚姻关系交在天父的面前，每每所求的都是求天父赐给我聪明及智慧以面对婚姻中的难处，每每生先生气的时候，天父总会赐下足够的安慰及话语，感谢天父的保守，让我们的婚姻从平淡如开水开始不一样了，变为上好的美酒。